多謝主席。主席，基於有啲議員話咧，即係佢哋有食飯嘅權利，咁我跟住呢十零分鐘講嘢咧，我唔會再點人住啦。就算黃國興唔喺度都好啊，咁啊尊重一下議員嘅食飯嘅權利。嗱，主席，就有關呢一個嘅即係邱騰華方面嘅問題咧，如果你比較翻，其實佢嗰個嘅工作嘅職責咧，就等同即係呢一個嘅幕僚長嘅工作。但如果你睇翻佢嗰個薪酬之高咧，同其實同特首一樣嘅啫，特首嘅薪酬亦都係眾多即係國家甚至係呢個嘅地區領袖嚟講咧，亦都係即係冠絕全球嘅。呢、這個邱騰華都係一樣，即係佢同其他民主國家比咧，亦都係即係偏高嘅，即係呢個340萬一年。美國嘅幕僚長嘅年薪只係134萬。係嘛？但係佢管嘅人咧係461人，如果要同呢個白宮團隊比較，但邱騰華只係管104人，係嘛？咁你見到嗰個嘅即係人數同埋嗰個工作性質嘅比較咧，可以話係絕對並不符合呢個嘅衡工量值嘅基本嘅要求，而更加重要嘅咧就嗰個表現嘅不濟，係嘛？即係。關於佢同呢個689見呢個菲律賓總統嘅例子，大家熟悉啦，我唔再呢個詳細描述啦，因為大家都耳熟能詳。咁但係你睇翻佢就翻呢個嘅特首連串處理危機事件，特別呢個嘅重大問題嘅事件，特別呢個香港電視發牌嘅事件裏面嚟講咧，整個。嘅處理咧，可以話係極為呢個嘅失當嘅啊！咁啊，即係政府自己本身即係梁振英自己本身喺多次公佈事件同埋喺處理問題解釋等等方面咧，即係有時就好似被擠牙膏咁樣，俾傳媒或者俾議員逼下又擠啲，逼下又講啲。但係喺處理整個問題咧。是俾人一個強烈嘅感覺，係政府內部矛盾重重，政府官員之間即係對問題嘅理解係缺乏一致，行政會議成員之間對個問題嘅演繹亦都有極多同埋極大不同之處，即係成個事件一個感覺就係、是、不但即係政府同埋呢一個個呢、這個嘅港檢局之間嘅矛盾啦。而政府官員之間、特首辦同埋其他司局長之間、特首辦同埋行政會議成員之間、行政會議成員自己本身之間，每一個層次、每一個組別、個組別自己裡面都係即係混亂不堪啊，同埋係呢個嘅充分表現咧係極為鬆散啊，同埋咧呢個意見呢、這個分歧。咁而其後嘅處理呢，亦都係缺乏呢個應變嘅危機啊！咁所以即係你睇翻咧，就以咁高薪嘅職位裏面嚟講咧，有咁嘅表現咧，即係我相信，如果喺任何呢個私人企業、任何機構有咁嘅情況出現嘅話咧，有關人士咧必定會被董事局咧係呢個革職。咁所以。人民力量提出呢個嘅修訂案第22呢係刪除呢個職位呢係有呢個充分嘅理據。嗱頭先有議員提到即係特別阿長毛頭先提到呢個政治化妝師嘅問題。其實如果你睇返啲數據呢我查返過去三屆特首由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就算去追溯到彭定康嘅年期比較呢其實曾蔭權的政治化妝師是有一定的成效的。你看回那個支持度曾蔭權上任的時候是 72.3, 是歷屆特首和歷屆港督即有這個民調裡面呢他起步是最高的 ,72.3%。而他任期頭那兩年呢都枕住過60的。即是亦都去過即係成72点几嘅都係即係嗰個嘅即係嗰個表現得到嘅支持。梁振英就同呢個彭定康相似嘅，由呢個嘅起步計算，由任內第一個月計算梁振英就52.3，
彭定康咧係53.3，董建華就好些少，64.5啊。董建華高峰期咧係去到67.7，而呢個彭定康高峰期咧喺上任7个月後咧就去到64.1。但係你睇翻呢個梁振英咧，由52.5開始跌咧，即係好快就跌低過50啦啊！而中間咧有少少回升咧，都去到52.幾啊，跟住有2个月咧係去翻到50，但係枕住即係嗰一年咧，即係過去嗰一年咧係枕住都係低過50%，所以被評為咧不合格，至引起呢個嘅張志剛嗰類嘅打手咧係要批評呢一個嘅即係港大民調。但如果你睇翻，即係其他嘅特首啊。特別呢、這個，譬如彭定康，即係整當然佢個支援絕對冇家下梁振英同埋曾蔭權咁好啦，係嘛？佢整同埋佢面對嗰個危機，當時大家都知道嗰個中英嘅衝突係好激烈啦，亦都被指責車毀人亡啊，被指責呢個喺個即係陶瓷店裡面嘅盲牛啊等等咁。咁但你睇翻佢嗰個嘅即係支持度咧，係枕住50%+嘅。啊，到到臨走嘅時候咧，係近60%添，即係佢嗰個評分，由佢開始到呢個離任咧，佢走嗰陣時係高過佢即係上任時嘅時候嘅，同過去即係梁振英未落台啦，係嘛？但如果你睇翻董建華同埋曾蔭權咧，曾蔭權同埋董建華佢哋落台嘅時候嗰個嘅支持度咧。是大幅低過他們上任的時候的。董建華落台的時候是跌到去 47.9, 當然他最低呢是歷來民調最低就是 36.2%, 這個是他就是這個創了這個的特首民調的一個的最低的數字 ,36.2%, 這個是他上任第73個月。當然呢個涉及到即係呢個嘅23條立法好多嘅問題啊，好政治性嘅問題。咁但係呢個可以話係基於客觀條件啦，即係環境嘅問題或者政治嘅問題咧，佢要承擔呢一個惡果。但你睇翻梁振英上任之後呢年幾裏面咧，即係個經濟又冇乜出現呢個嘅同董建華年代比咧，即係冇出現沙士啊，冇出現呢個嘅金融危機啊，即係冇出現呢啲負面嘅因素啊。咁而整體經濟財政狀況可以話都係極佳嘅啊，即係有呢個穩健嘅儲備啊，亦都有盈餘啊，每次都俾機會去派錢啊，即係呢一個嘅分紅分利益。咁但係個民調即係嗰個。支持度呢是差不多長期很穩定咁樣呢處喺呢個低位。嗱呢個同即係成個特首辦同埋行政會議即係其實可以再遲啲再講埋呢個中央政策組等等呢係有連串嘅關係。即係你就算你個領袖好無能但係如果你其他嘅將領其他嘅官員喺處理問題方面即係唔會為政府添煩添亂。你而家最慘嘅就係不斷我哋睇到特別係特首辦裏面嘅有關人員同埋行政會議嘅成員咧，係為呢個政府嘅管治不但冇帶嚟呢個嘅正面嘅聲援同埋協助，亦都冇為市民帶嚟驚喜。即係有時我哋會見到某一啲嘅政治人物當佢對答嘅時候表現良好，當佢處理某啲問題方面咧，係表現呢個優越咧，成個團隊嘅士氣會提升，亦都個聲譽咧係會有所呢個提升。但係特首辦、行政會議同埋即係接近梁振英方面嘅人，往往都係帶嚟負面嘅評論。咁所以我哋提出刪除呢個特首辦。個個即係不同嘅議案咧，都係涉及到有啲刪除個別人士，有啲係全個呢個嘅刪除咧，係有一定嘅客觀條件嗰個嘅呢個嘅證明同埋呢個支持嘅。咁就
即係阿長波啱喺度啦。頭先我提到就係、是，即係其實曾蔭權早期咧嗰、那個政治化妝師係有一定嘅表現咧，至令到佢嗰個評分咁高嘅啫。咁所以即係指責佢啲政治化妝師嘅失誤咧，我就未必完全認同。但係最後佢基於自己呢個海陸空大貪腐啊，即係呢、這個即係星日泰係嘛？我都唔知星日泰定邊度啦。幾個地方即係嗰個豪華遊咧，而令到佢嗰個民望咧跌至呢一個嘅谷底啊！臨走嘅時候咧，係去到即係44.4啊！呢、這個比即係梁振英加現時嘅民望咧，即係更加低啊！梁振英即係過去嗰幾個月咧，最低嗰一次咧，都係跌到。都低過曾蔭權嘅啦，跌到去40%多啊！但係同阿董比咧，阿董仍然都係即係歷任最低。咁當然梁振英仍然有機會咧。如果唔消除呢個嘅重組呢個行政會議，重組呢個嘅特首辦咧，即係我相信佢呢個民望咧，只會係繼續呢個下沉。咁啊，主席就關於呢個行政長官辦公室同埋呢個即行政會議呢一方面呢，就我就基本上即評論完畢，亦都希望大家支持呢我有關嘅議案。咁其實睇返呢啲修訂呢，主席個進度係好良好嘅啊，即我哋而家已經呢即已經完成咗呢差唔多呢一個嘅即六七十個嘅即修訂嘅辯論。咁所以呢，即喺現時個情況之下呢，即主席俾足時間呢，我相信係可以合理地完成呢個辯論同埋投票。